各位法师，各位同学，阿弥陀佛。我们讲的是应顺导师妙云集里的摄大声论讲记啊，我们讲到第513页第二最后，有没有六德相应？因为之前叫做什么众德相应啊，那这些呢都是来自于十门分别的第七，叫做德，有没有德里头的众德相应跟六德相应啊。那第514页啊，六德相应的这个本文说，诸佛法身与如是等功德相应，如是等功德就是六德，六德相应，复于所于自性因果业相离，转功德相应，有没有？哎，那这里的六德相应呢，也就是在讲哈，这个自性，第一个因，第二个果，第三个业，第四个五啊，相应第五个转，第六个，这样懂吗？所以这六德就是自性啊，那么因果业相应转啊，因为前面的如是等呢，讲的是前面的众德相应，是不是有二十德？而现在呢，复于所余，有没有？所余的就是六德，六德啊，也就是自性因果业相应转功德相应啊。是故应知诸佛法身无上功德啊，佛啊，诸佛法身的无上功德，就因为啊，众德相应跟什么六德相应啊，好，所以有关于六德相应呢，此中有二颂啊，尊成十圣意就是自性功德，一切地皆出呢就是第二啊因的功德，好，那第三个呢，智诸众生上，有没有？这是果的功德啊。第四个啊，第四个业的功德呢，也就是解脱诸有情啊。第五个呢，无尽无等德相应呢，就是第五个相应。第六个呢，现世间及众会可见，非见人天等，这是转功德啊。好，我们来看看解释的部分哈。自性啊，自性呢，也就是相对的，是不是尊成十圣意啊？啊，诸佛世尊有没有以最清净法界为自性啊？为是是不是还是有自性的，而且是实有的自性啊？那此法界也就是本自成就真实不虚的圣义地啊。
那么在禅呢，名如来藏，出禅名法身。在禅出禅有没有？何谓在禅啊？在束缚当中啊，缠绕在一起，还显发不出如来的什么称心功德啊！一旦出禅呢，就是如来的法身。那在禅呢，就像我们现在是不是在禅的状态啊？佛陀告诉这个在佛法说啊，我们众生本具佛性，本具什么如来藏，有没有？我们具有如来的胎藏，所以我们才能够成就如来的什么果报嘛？这样理解吗？所以我们凡夫越是下面越在禅呢、越是上面越出禅，到究竟的出禅是不是就是法身啊？这样理解吗？所以这个叫做尊诚实圣意啊，也就是真实不虚的圣意地啊，是透过这个世尊之所以成就，是不是就是透过真实不虚的这种圣意地而成佛的这种自信的这个自信，也就是佛性也就是如来藏那在禅名如来藏，出禅是不是就是名为法身所以法身具有什么自信功德。第二个呢，因的功德修一切地的因行到实际的圆满，有没有？这个叫做一切地皆出啊，再到实际的圆满，悉皆超出啊。一旦超出了实地之后，是不是就成就法身呢？实地圆满后成佛啊，是不是要超出啊？要超出实地，那么就成了法身。那因地是不是就是这实地的耕耘？实地的耕耘之前就是我们凡夫的耕耘，对不对？凡夫透过加行智加行位而达于超凡入圣嘛，再透过加行位见到位，是不是就是出地，一直到实地的圆满后成就了法身。所以这是因的功德。第三个呢，就是果的功德因为在修实地因的时候，是不是就已经超越了一切众生所以到这个成就了果报，也就是智诸众生中的最上首这个诸众生当中有十法界，有没有十大类的众生？六道四圣嘛，对不对？六道那当然不用说了，是远不及什么四圣那这六道是不是也都是在超凡入圣之下的？超凡入圣以上呢，就是声闻缘觉跟什么菩萨道成佛嘛。成佛是不是至高无上的？所以叫做无上正等正觉，就是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的果报这是果的功德，所以智诸众生上那这是果功德第四个呢是业的功德所谓的业功德呢，就是成佛之后不是就停止了还要再做什么解脱诸有情的立生事业对不对？成佛之后是不是还有无尽的未来那就是要做解脱众诸有情的立生事业，所以他会透过受用身来度化成熟诸有情，对不对？登地上的菩萨，然后用什么变化身来度化我们初发心的菩萨那这个是不是都是解脱诸有情的立生事业那第五个相应功德呢，也就是无尽无等德相应佛的法身与无尽无等的功德相应就如同前面所说的有实力啦，是无所谓等等，是不是有二十种功德能够相呼应的，相应的无尽无等德相应
啊，是相应功德，对不对？第六呢，是一个转的功德，转就是要，就是能够现起，如来现起什么？变化身。啊，那么让我们一般世间的天人有情可见，有没有？现世间及众会可见啊。啊，因为我们这些凡夫来说的话，凡夫的天人们，天人有情呢，要能够见到的是什么？有生有灭的这个变化身。好，那么这个是变化身。那现受用身呢，就是要让大集会中的什么大菩萨所见可见啊，所以是非见人天等啊，有没有？哦，所以呢，佛陀的自信身呢，它超越不思议，唯是什么佛陀的这个境界，不是啊、哦，非是天人等所能知见的，有没有？所以最后一句话说，非见人天等，也就是人天等呢，无法去见到佛陀的什么法身。哦，那佛陀用变化身来让我们世间天人有情可见，现受用身是不是要让一些成熟的大菩萨可见呢？啊，但是呢，佛陀的法身呢，却是我们无法去见的。啊，不过我们也是透过学习，我们可以去揣摩想象，但是要正确的揣摩想象理解，是不是才能够循着正确的道路？哦，那这是六德相应。啊，六德相应哈，具有六种无上殊胜的功德。好，好，那这是第七的德。第八呢，心哈，这里甚深是不是也是十门分别里面的甚深呢？啊，好，复次诸佛法身，甚深最甚深呢。啊，此甚深相云何可见？此中有多颂啊！啊，所以呢，我们说要成就诸佛的法身啊，是非常困难理解的，是甚深最甚深的啊。那所以我们说要成就诸佛的法身，是不是也是要透过因缘啊？因缘才可能尽虚空界。啊，才可能长久的存在啊，对不对？尤其是清净的，啊，清净的呢，它没有啊，完全没有界限的哦，啊，所以我们说佛陀的成就，其实也是透过什么清净的因缘尽虚空界，所以呢，因缘它本身是不是甚深最甚深啊？尤其到清净的，啊，我们平常讲的。八识里头啊，有甚深的因缘，这个都还是杂染的呢，都已经甚深即甚深了，对不对？还要由杂染的因缘再转成什么？哎，清净的啊，没有界限的，尽虚空界的，所以叫做甚深最甚深啊。那这种此甚深相云何可见呢？啊，要如何能够体见得到呢？啊，那么此中有读诵啊，有透过寄诵的方式来讲哈、啊。佛无生为生，亦无住为住，诸事无功用，第四识为识。这已经讲了四个甚深，一个叫生的甚深，住的甚深，有没有？还有呢，无功用的甚深，还有什么？第四识的甚深。好，所以呢，第515页啊，这里生住业住了哈。第一个呢，我们说生的甚深啊，佛陀在世间呢，就起种种的身形啊，不同于一般有情。我们一般有情是因为我们有业烦恼为因而怎样受生的哦。好、啊，业烦恼。为什么呢？惑业苦嘛，是不是？惑业苦，惑业苦而成长出我们的什么果报体而受生，所以叫做业烦恼
而受生出果报来，而佛陀是无生为生。好，也就是佛陀在他自证的圣境上呢，虽证一切无有所生，但因大悲愿力随感而现，为有情示现诞生。好，那么也等于说是为了我们这些凡夫众生，所以佛陀用什么变化身的，这种变化身其实是无生而生的。佛陀其实不用再来生的呢，因为这一熟是不是已经没了，可以完全的不生不灭。法身是不是不生不灭的啊？但是呢，佛陀是为了利他，是不是为了利益我们这些凡夫众生，他可以无生却又生了，这样理解吗？所以呢，是无生而示现受生啊，示现受生，以悉达多太子的身份来诞生，对不对？这是无生而受生啊。其实八地以上的菩萨已经可以无生了呢。成佛，这里是不是已经无声啊？四果无声嘛，对不对？七地也无声，但是怎样法忍？无声法忍嘛，对不对？所以再上来呢，其实都是什么？无助生死，无助涅槃，其实是可以无助的，可以无生。但是佛陀为什么又受生？无生而生，佛陀用什么变化生来度化我们初学的什么菩萨嘛，地前的众生，叫做无生而受生。无生而受生哦。好，那么以悉达多太子的身份来又出生了，对不对？然后还要透过这个还要一段成长期啊，因为一旦受生的时候就难免还要等他长大，对不对？到成等正觉是不是才开始有佛法的到80岁入灭嘛，有45年在世间的这个时间，是不是就是要传法，就是要弘法嘛，能够让我们有机会理解宇宙人生间的真理法则。所以这种无生而生啊，那就是生的甚深。还有住的甚深，住亦无住为住，有没有？所以佛陀是无生为生啊，无住为住啊。所谓的住呢，就是安住涅槃一直到法身离生死所以无住涅槃呢为佛陀所住，无住为住，有没有？佛陀是不是安住在无住涅槃当中啊？无住涅槃所以这个不同于小圣的偏住什么极灭，所以说甚深，住的甚深，是不是无住啊？因为无生之后就会无住，无住生死，无住涅槃。第三个呢，业的甚深，佛陀所做的一切利乐的事业呢，就如同摩尼天月一般啊，叫做业的甚深。为什么叫摩尼天月一般呢？就是佛陀的那种度化众生的方式，用什么呢？圆满报身。
那这个部分我们是不是不容易去体会跟理解，而且我们也受用不到，欸，前面的我们还受用到了无生而生，有没有？无生为生是为了我们这些凡夫啊，哦，这里的业甚深呢，如同摩尼天月，哦，这个就如同什么圆满报身，叫做业的甚深，利乐嘛，利乐众生，这是不是就是这个受用身啊？受用身，哦，第四个呢，叫做也是一种住的甚深，是因为这个生命的安住是啊，透过饮食而维持，叫做住啊。所以呢，是等于是在讲什么饮食啊，食的甚深呢，啊，食的甚深的意思。哦，那食有四种，我们一般讲到说，哦，这个有四食，有没有？只不过讲欲界的有情众生啊，那欲界的有情众生是不清净依止住食呢，哦，有断食、思食、触食跟什么四食的这个四食来维持生命，哦，是欲界系缚所系呢，名为什么不清净。哦，所以这里的食有四种，第一个叫做不清净依止住行住食，有没有？这是在讲欲界的有情。第二个呢，静不静依止住食，哦，也就是修禅定已经离了欲界，升到什么这个色界，哦，升到色界乃至这个，哦，这个叫无色界了，啊，色界无色界来说的话呢，它已经没有断食，不需要断食，啊，这个禅悦为食了，对不对？禅悦为食，但是它还是有思食、触食跟视食，啊，那它因为离下界诸欲，所以说它净，但是因为它没有脱离上地狱，所以呢又是不净。好，欲界、色界到什么无色界，这以下是不净的了哈，这应该没什么问题。相对的，这上面是什么？净的。上面比下面净，所以呢，如果处在这里，处在这里呢，它是属于什么？对这里来说，它是净的，哎，但是如果对它来说呢？它是不净的，上面才净，越上面越净，所以它既净又不净，这里是净的，这里却是不净的，叫做净不净依止住食。那一向清净依止，啊，依止时呢，就是什么圣者的境界，圣者的境界。啊，因为所谓的圣者，是不是已经断尽三界，断尽三界的什么诸惑，啊，也不是非一切欲乐所系着，所以他们的饮食养生，啊，称为一向清净。一向清净，啊，依止食，这是圣者。啊，到佛陀呢，是叫唯识现依止食，唯识现依止食，这是佛陀所受的食，也就是佛陀的本身其实无需饮食。然而随顺世间，那么也持钵，啊，
乞食受用饮食啊，这个是不是为示现衣指食啊？啊，为了示现在人间，是不是要随顺着人间的方式啊？啊，要随顺我们人间呢，有生有灭，所以佛陀所现的变化身有生有灭。啊，那么所以呢，这叫做为示现衣指食，所以他已经这个不是叫做住食了。啊，因为比较不在不被空间所限制了，啊，他只需要什么饮食来维生就够了，所以叫做第四识，啊，叫做第四识，因为第一个识叫做什么不清净依止住识，第二个是不是净不净依止，啊，住识，啊，像欲界啦、色界、无色界。啊，来说的话呢，其实都有什么，都还是有空间的限制啊，所以要住，要住，啊，乃至于 这个也不只是色界了，无色界是不是也如此啊？无色界也是有净跟不净所识了哈，因为这里对他来讲他是不净，所以我们说净不净所识，净不净依止住识指的是什么？色界无色界，不清净依止住识是不是欲界啊？三界都不只是识，还要住，欸，叫做住识的，这个住来自于空间才要住，在三界内是不是受到时间空间的束缚啊？圣者呢，他超越三界，所以他不需要住时住啊，他要食，但是不需要住。哦，那佛陀是不是也是啊？佛陀也是超越三界，所以他只是什么一指食，有没有？所以这里是属于不净一指住食，这里是净不净依止住食，哦，这里是净，这里也叫做不净，相对于它其实它也是不净，这里相对于它是净，这里也是不净，所以总说下面是不净的，对吧？哎，那到了上面呢，净与不净都有，这样看懂吗？哦，所以食有四种，是不是不清净依止住食，这个是我们欲界的有情，哦，第二个呢，净不净依止住食是什么？色界无色界了，哦，到第三个呢，是超越三界的圣者，所以叫做一向清净，哦，一向清净依止食，有没有？他没住咯，佛陀为示现依止时，有没有？也无住，啊，因为他是为众生所示现，他也要托钵，对不对？佛陀啊，在世的时候是不是也一样托钵受用饮食啊？哦，那当然，其实与我们共业，是不是才能够与我们共住？一旦与我们共业，其实难免还是也受到空间、时间的束缚。其实是为了度化我们的关系，啊，所以在理论上面呢，声闻缘觉的圣者，乃至到成佛的圣大圣者，他是不是都不受时间时空的那个限制啊？啊，所以呢就无住了，就没有住，就只是时，有没有？这样懂吗？所以这个叫做甚深最甚深，难以明白，哎，我们比较不容易去怎样揣摩啊，比较不容易去想象的了。哦，那第三叫做业甚深，相对的呢，在本文是不是就是诸事无功用啊？好吗？第516页的业甚深哈，
相对着这个本文是不是就第三个诸事无功用啊？因为是无功用地嘛，啊，佛陀要度化众生也是哦，嗯，也是比较不费力的啊，只不过需要跟我们怎样，这个也是要能够相应啊，啊，这个共业，但是呢。以佛陀来说其实是无功用，因为八地以上就无功用了，更何况是佛陀、哦、所以呢这个甚深呢、啊、也就是有四个哈，无生为生，所以这里的这个其实也充满了无的特质，是在讲因缘啊，所以佛陀无住无生为生，有没有亦无住为住啊、哦、诸事无功用，对不对？还有呢，第四十为十，啊、哦，这个是第一个，啊，第一个叫做什么？生住业十啊，甚深。好、哦，第二个呢，安立树业甚深。哦，因为到佛陀的境界实在是不容易懂。哎，但是又不借着语言文字呢，又不容易很正确的来思维，对不对？好，好呢，好，那所以呢，佛陀哈的法身来说的话呢，是甚深最甚深呢、啊。所以这个不完全理解没有关系哈，因为我们实在落差太大了，落差真的很大的哦。好，所以第二个呢。啊，就是无意亦无量，无数量一业，不兼业兼业，佛诸佛具三身。啊，所以呢，这也分成三个部分，一个叫做安立甚深，因为佛佛道同，佛佛都在一真法界当中，也就是都在真理的现象里头，所以一切佛呢都无有别异，是不是佛佛道同啊？啊、哦，但是可是呢，无量的世界当中，是不是有无量的友情啊？啊、哦，那无量的友情呢，也有现等正觉者，也就是成佛者，所以呢，法身是不是也是无量的？啊、哦，也就是还是有无量的佛哎、欸，啊、哦，一方面。是无意的了哈，无意呢是因为佛佛道同，所以说无意啊。那无量的世界当中，是不是无量的友情？无量的友情都可能成佛，有过去成佛者，有现在成佛者，乃至什么未来成佛者，所以是不是也是有无量的佛啊？哦、啊，所以呢，第一个安立无意亦无量。第二个呢，数的甚深、哦、虽然有无数量的诸佛，但是呢，他们同样在做的都是一种利乐有情的事业、哦、所以叫做一业，同一种事业就叫做利乐有情的事业，对不对？哎，但是利乐有情的事业是不是又是各种不同的方式啊？啊，有的透过语言文字来宣说佛法，有的是不是也可以用各种不同，用图像是不是也可以弘法？啊，用艺术的展现是不是也可以弘法？啊，所以像我就深深的体会到，实德法师就是以艺术来弘法，嗯，对不对？用他的书画陶艺来弘法。哦、他所做的是不是还是、哦、等于是也一样是要利乐有情、哦、好，所以呢这些事业以佛陀、哦、来说的话呢，是佛佛相视而且佛佛相成，所以在数量上是不是也甚深即甚深啊、哦、那个量是很大的，数量是很大的，没有差别也难以安立，到底有多少的数量是不是也算不清楚，但是都是同样的什么利乐有情的一种事业，
啊，第三呢，业的甚深啊，业的甚深呢，就是诸佛变化身啊来做的事业是不坚业，因为它会变来变去啊，它又有它的原生，是不是有它的原灭啊？啊，又要视线受生，是不是要视线入灭啊？啊，受用身呢，所做的事业啊来说的话呢，那么就看啊是比较针对啊这个，如果说是坚业来讲的话，也是无尽期的来化导众生啊啊，所以呢可以说自信身的自利业呢是坚业了，于二身的利他业呢是不坚业，所以如果剩余的二身利他业是不坚业的话，那这个受用身是不是也不坚啊？所以有两种啊，有两种说法啊。以三身来说的话，法身、受用身跟什么变化身，对不对？这个是属于坚业。法身因为常恒常存在的嘛，无始无节的存在，是不是无始无终的存在啊？那受用身如果针对变化身来说的话，变化身是最不坚的，叫做不坚业。相对于它呢，它是不是也属于坚业啊？啊，还有一个说法呢，自性身法身是坚业，其余二身是什么？不坚业。所以总说变化身是不是完全不坚的？哎，法身是不是都属于坚业？而受用身就看它是针对这边还是针对这边，这样懂？所以这个叫做坚业不坚业，甚深最甚深，所以叫佛具诸佛具三身，这样的哦，这种甚深都不容易懂的啦。哦，所谓的甚深呢，哦，往往都是从因缘法来看，来观看哈。好。第三呢，叫做现等觉甚深。好，那么现等觉呢，有现等觉的人，还有所现等觉的法，对不对？佛陀是什么？现等觉的人，对不对？那佛陀所要宣说的就是法嘛，是所现等觉的什么法？皆是什么非有。为什么说非有呢？因为它都不是实有不变的，是不是也是变化无碍的？啊，现等觉的人有他的视线受生，还有他的什么入灭？这个法是不是也是观机斗教应机说法？是不是也不断的在变化？所以它不是真实不变的。它不是实有自性而不变的，所以叫做什么？非有。好，好，那一切觉呢？非无。啊，一切觉者来说的话，在世谛的假名当中呢，它又是什么？非无。它不过只是假名有。啊，实际上呢，也不能说它存在，也不能说它不存在了。所以这里的非有非无是不是都讲在因缘法里头啊？哎，所以一念一一念无量啊，有非有所显啊，好吗？这种一一的念当中，无量的世界有无量的有情呢，能够现等正觉啊。那么非有非无啊，其实它是非有非无的
总说呢是非有非无才能够现等正觉。好，我想就这么说吧哈，不然的话仔细的去，当然有时候从现象来解释这个也会解释得非常的辛苦。那主要其实还是从什么？从因缘法中道不二来看，叫做非有非无所摄，有非有所摄了。有非有跟无非有非无是不是一样的意思啊？哦，有会有什么非有的相对？非有的相对，我们说，哎，这个叫做无，这是不是也叫做非无啊？哦，非，这个也叫做非无哎。非有非无了，非有非无。总说呢，我们说要达于涅槃，不是落在有，也不是落在无，是不是要落在什么？非有非无上头，叫做有非有啊。哦，其实又叫有非有啊。所以接下来的第四个也是什么？染，相对是不是就是离染啊？是不是也是中道不二？哦，而我们的染是从哪里来啊？从欲来的，有欲才有染，所以由欲得出离，了知欲无欲呢，误入欲法性，有没有？我们要了知欲无欲不是两件事情，是不是融然一体的事啊？好，意思也等于说要从什么，其实也是从欲才能够达于无欲，从染是不是才能够离染啊？好，所以呢这是相通的。染相对是不是就是离染？欲相对是不是叫无欲？我们在世间呢，容易把它看成两件事，而透过因缘法，是不是才能够从染而达于无染？从欲而怎样达于无欲哦？越下面是不是越染？为什么越染？因为欲越强嘛。哦，那越上面是不是透过离染无欲啊而成？哦，其实这个之间呢，它是相通的，叫做法性。哦，所谓的欲，它是这个力量强嘛。无欲是不是这个力量强？它是不是都各有因缘呢？从因缘法来看呢，它才有机会这个中道不二。所以呢，所谓为什么叫甚深呢？其实就是要讲到因缘法啊，就是要讲到因缘法上面嘛。所以呢，这个出离啊，就因为我们在欲界里头，我们是不是才想要出离啊？在三界当中我们才想要出离嘛。好，好，所以呢这个透过欲与无欲呢，才能够悟入离欲的真如法性啊。就如同啊，第五个呢，断蕴甚深。断蕴甚深里头也讲到哈，倒数第二行说，小圣说生死生与波涅盘来说的话，往往是把涅盘跟什么蕴深看成截然不同的两事二事，有没有？因为从相来看会觉得它是截然不同的二事，但是呢以菩萨道以大圣法来说的话，
以大乘法来说的话，那么就是要离无常的这个小圣他是要离无常的五蕴才能够得到常住的什么涅槃，但是呢大圣了达生死诸蕴，与彼涅槃是不是非一非异啊，叫做生死即涅槃，有没有？哎，生死即涅槃，所以呢是不舍诸蕴而能够常住善极的涅槃，叫做生死即涅槃。在第518页的本文说，诸佛过诸蕴，安住诸蕴中，与彼非一异，有没有？不舍而善极啊。到成佛是不是早就已经这个离这个五蕴啊，过了五蕴，但是却安住于五蕴哦，这是不是菩萨啊？因为透过菩萨道而成佛的嘛。五蕴表示五蕴生，一旦有生是不是就有生死啊，所以这意思也就是在讲生死即涅槃，所以是不住生死不住涅槃，是佛陀的境界。五蕴生是不是就会有生死？跟什么涅槃嘛相对，对不对？如果是小圣，他是不是当作两件事情，所以就会厌离生死而怎样心入涅槃？但是大圣法不是这样子看哦，是怎样生死即涅槃，有没有？是不是打破了这些界限？它是不一不异的，不是同样一件事情，但是也不是截然不同的两件事。为什么会生死？因为这个力量原生的力道强吗？为什么涅槃？因为缘灭的力道强。它是不是平等平等啊？叫做什么生死即涅槃？这个真的是甚深最甚深。第519页6，成熟甚深。佛陀所做的利益众生的事业，彼此都是怎样相杂为一的，一即一切一啊，一切即一啊，一即一切，犹如大海水，大海水是不是百川水流相杂，为鱼虾共同受用。所以这里就讲到诸佛事相杂嘛，犹如大海水一般。那么佛陀呢教化有情众生啊，我以现当作他力无事思。佛陀所现的呢，就是要去做什么利乐众生之事。在利乐众生之事呢，那么没有任何的什么这个你我的差别，人我的差别啊，是不是还是融然一体的？所以呢这里讲到说这个百川水流相杂，有没有？是不是都流入大海当中啊？所以不管是小鱼小虾还是大鱼，是不是都能够共同来受用啊？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就是所谓的因缘法啊，成熟甚深啊，成熟甚深。那么第七呢，叫做显现甚深。众生最不现呢，如月于破气，遍满诸世间，有法光如日。显现因为这个就讲到说，这个诸佛如来住在常住在世间，为什么我们一般众生呢却是不能常见佛来闻法？因为众生有什么业障，所以无法所以现不了见于佛的，会觉得好像与佛无关就因为我们的
业障呢阻碍了，那么就用了一个比喻，说好像一个完整的瓷器啊，装满了水，那么高悬天空的明月自然能够在水中隐现，但是如果是一个破器的话呢，它就不能出水嘛，对不对？所以空中的明月一样的皎洁，那么在破器当中是不是就现不出月影来啊？这个能怪月吗？其实是破器本身的不健全啊、哦，所以佛的法身呢就像月亮一样嘛啊、哦，那么它是一样皎洁啊、哦，所以佛陀的法身也是遍满世间啊、哦，也是出广长舌，也是放大光明，却因为众生有罪啊、哦，有业障啊、哦，所谓的业障是不是就障碍了与佛的相见呢、啊？哦，所以呢就不能听到啊、哦，不能见到佛陀，不能听闻到佛法嘛。啊、哦，就如同世间的日光一样，遍照大地，却是盲者怎样不见？但是我们能够说世间没有太阳吗？世间是不是一样有太阳啊？一样有月亮啊、哦？只不过我们相应于众生的这个部分。啊，自己是不是障碍了自己啊？啊，所以这是显现的甚深。哦、啊，也就是因缘的不相应啊，对不对？还是因缘问题哦。哦、啊，所以这些甚深、最甚深，往往也是因为因缘才觉得深。啊，也才觉得深啊。哦、所以这个甚深最甚深的部分有十二个、哦、我们讲完七个、哦、那我们今天的课程就到这里、哦、告一个段落，阿弥陀佛。